说。哪有你这脾气的？你这脾气这么暴，是那么教育方法吗？那我咋说？张嘴就骂，伸手就打。我提了耳朵告诉他，他也不听啊。你搁后边还当着，你不当着能吗？能把孩子惯那样？一说你就跟后边磨磨唧唧磨磨。经过梁大姐的叙述，众人才知道姚大哥原来就是个一点就炸的脾气，而他的脾气不仅仅只发泄在无辜的梁大姐身上，还发在年幼的孩子身上。而姚大姐本来能承受丈夫的家暴，但当母亲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受苦呢？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姚大哥那么他究竟为何要来此复婚呢？我想复婚，在这一年的日子里，我也受尽了漂泊，儿子也大了，也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。处了个对象，听说是单亲家庭，也吹了，我也想复婚。姚大哥此等借口一出，不禁让众人笑掉了大牙。毕竟若不知道他之前家暴妻儿的那些事实，众人还能称赞他是个好父亲，为了儿子的幸福用心良苦。但自从知道他的那些行为后，难免会让人觉得他现在是怕年龄大了，儿子不养他了，才想出的复合。于是梁大姐为了揭开他虚伪的
跟你俩说实在的，想跟你解释，以前就想跟你解释，你总不听吗？我回天津这点事儿磨叽，你知道个啥呀？那是河南驻马店的那个女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俩聊两年了，好嘛。他说我跟他见面，那要进了还出事儿哈、啊。两年了，那随时聊友了。完了之后，他就说我跟你见面，见了吗？那没有。那两年了，视频里见你跟他俩聊两年了，还是有事儿吧？要没有啥事儿，你为啥跟他俩视频聊天？万里之遥看呢？万里之遥看不着，所以视频不行吗？那个女的直接使个笨手机，现在换手机了。他跟我俩聊，说是能不能看互相看看呢？我说来吧，咱们互相视频一下吧。就这样，我把手机没删，那天让他翻出来，这咋给我磨叽的？都磨叽磨叽都两三个月，谁能受了啊？为什么能聊两年？都聊什么呀？给大家说说，解释解释。聊的家庭过日子呗，你们家收成咋样？我们家收成咋样？就聊这个呗。好家伙，这姚大哥一句话就给自己自爆了，连众人给他辩解的机会都没有。只是换谁都没想到，姚大哥聊完网友，怎地还会如此的理直气壮？难道是年龄大了，脸皮要不要都无所谓了？况且若是他真的只聊家常，梁大姐怎能会如此愤怒呢？接下来，梁大姐就揭开了他谎言的序幕。他说的都是谎话，顶上写的老婆我想你了。这家里一个老婆，外面一个老婆，这姚大哥可真会玩。然而听到前妻爆出此料，姚大哥却急了。那是你把我逼的，一点空间不给我。我把你逼啥呀？ 我不找点心灵寄托吗？啊，人家都家家都找心灵寄托，都上网上找去啊。那你把我逼的，你磨叽的。你是管那位女士叫老婆吗？视频的那位。那有的时候憋不住也是喝多了，可是。再说了，谁没有点心理寄托？一点空间没有。那你不在这的爷呀？你寄托你也不能在网上找老婆呀。在网上那是空虚的世界，那是缥缈，太缥缈了，不可能那是。哦。飘渺，你叫他老婆，他叫你什么？老公？没叫，没叫，没叫。啊、你问他也没看着。他说我想你了，那个女的说的我也想你了，这就是写的。对不？那互相想念很正常，作为一个朋友嘛。要说这爱宝做了那么多期，小编要给谁搬上无耻之奖，那必然姚大哥榜上有名，能把偷吃说的那么理所当然的，他实属第一人。他在你跟前跟谁说爱？就跟那些网友啊。不是一个河南的是吧？还有其他的啊？啊，有网友，他不能说一个地方的，那得好几个地方。你都有几个地方有网友啊？我也忘了，也不知道是哪是哪的，反正逮着一加上之后就一顿神聊，聊好就聊好，聊好说几句，聊不好就咔了给他。你聊好了多少？我聊好了有那么个三个四个人的。哦，都见了哈？没见面，没见面。也有见的哈？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，那绝对没有。到了此时此刻，不知屏幕前的你们看笑了没有？反正小编是看笑了。这姚大哥还挺有本事，别看他其貌不扬，脑子有坑，这人还是个海王呢。然而这样一个天天外面干架，回家打老婆和儿子练练手，加上平时没事聊一堆女人，还挣不到钱的人，竟然有脸称自己是好男人，那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于是本来无语的赵川老师便问到姚大哥一个问题：大哥，你这婚姻里都做得不错是吧？反正我问心无愧吧。啊，问心无愧哈。对，那人家为什么跟你离婚啊？他主要是他磨叽，干不干活倒无所谓，我能养起他，你知道吧？他太磨叽，疑心太大。你都管人叫老婆了，还怪他疑心呢？他逼的吗？他把我逼的，不逼的我能吗？能精神出轨吗？啊，你用了个什么词？精神出轨。哦，你出轨了？精神出轨。不是你出轨了？我没出轨，我是你的精神出轨了。精神出轨，心里有鬼。啊，哪里鬼没有？姚大哥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刷新别人三观呢。你看，即便是有着丰富经验、良好的职业素养的赵川老师都无法接受，那就足够说明姚大哥的言辞形式有多无语。于是接下来，导师们也忍不住对其说出了建议。反正我要是这个姐姐的家人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大哥还要跟我姐复婚的。因为您是一个完全没原则没底线的男人，而且您自认为您做得特别的好，可是无论如何我看起来您根本不像一个45岁的成年男子，您反而像个15岁的冲动的少年。假如说大姐跟一个男的聊天，您会怎么看？让他聊吧，他搁家也挺寂寞的，很大度，无所谓。就如果大姐跟一个男人，就是大姐叫一个男人叫老公，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省他搁家寂寞孤单。我这人心大，我跟你说，他要把我是像我换做他似的，我就根本就不管这事儿，挣钱往家拿就中呗，对呗。要说这无底线的人，你跟他说什么道理，他都觉得无所谓。但是他的无所谓，并不代表别人能够无所谓。所以马老师便现场对了他个底朝天。这种男人在家里当大爷当惯了，出去有几个臭钱还要潇洒一把，还称兄道弟打架。一个对自己孩子不负责任的父亲，对自己老婆不忠的丈夫，还到这儿来大言不惭的说复婚，
你要但凡有点悔过之心，我可能都帮着您说。可是你坐站到这儿的时候，一点悔过都没有。我天生就这样，我天生就这脾气，改变不了。改不了是吧？那你就当你的老光棍好了，复什么婚呢？啊，为了以后的生活，为了是为了以后谁的生活呀？为了你自己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老光棍不好当，网友也不理你了， 对吧？那只能是形式。儿子也不认你了，老婆没有热炕头了，你自己觉得孤独终老了，没劲了，所以回来了。回来不认错，哪有这样的呀？明明是来复婚，却从未端正复婚的态度，想要改变自己的错误。姚大哥这死猪不怕开水烫的，真是气得在场众人心底的一口气快要上不来。所以涂老师直接不做姚大哥的工作了。你还期待他能改吗？但凡懂得一点生活的人都知道疼老婆，都知道疼孩子，他没。所以说一个女人忍了20多年，等孩子长大才愿意跟他签上一纸离婚协议，多半已经是绝望到了极点。既然绝望了，就不要再反悔。你还年轻，你才40几来着，你才45，现在孩子也长大了，你没什么负担了，你完全可以寻找新的幸福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你不相信，你问你的孩子愿不愿意复婚，我相信孩子至少他不会作声。但是他心里怎么想的？孩子有哪个会说希望父母离婚的？孩子肯定希望父母在一起，他还以为他是个香饽饽，他根本不懂你的感受，不能体会你的感受。这个心就是死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说以前还没死，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，到今天你这心就是死了。如果你这心要是不死的话，你这40多年也真的白活。涂磊老师说的话还是那么的一针见血。谎言，你买不上就这么说，骗回去是吧？哎，真的爱过他吗？爱，现在还爱吗？也爱，是吧？啊，真爱，真爱，是爷们儿吗？是。从今天开始，不要打扰人家。真爱一个人，就让一个人幸福。一会儿我回去还得找他。对妻子欺骗的话语，做错是死不悔改的态度，还有死缠烂打的行为，不得不说，姚大哥真的是集齐了渣男所有的属性，让人厌恶至极。希望接下来梁大姐能够坚守本心，不要和这种人再纠缠。重新寻找属于他的幸福了。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，对于他们的这段感情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。